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5年一月七日哦，旧历的11月27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麦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罗岗镇的两处立马镇高高欢道路破在外空哦，向县政府反映，干那破道破道根本就袂知，予当地居民哦看了是真害头。一个新屏的友善电视公司举行的第九届立法委员电视政见发表会，16位的候选人伫咧政见发表的时阵，有啥物活动，讲了啥物，稍等下有详细报道。华美鼎和林国秀学堂上下课真安全，阁舒适哦。10年来哦，这阵都好几工妈妈，不管透风落雨，拢会伫咧学校的周围哦，看顾这交通的安全。后来乡亲，这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这款的排水沟花修复工程，让人安全安心。罗岗镇了处理目前到这排水改善工程，整修哦大约有这200公尺的护花道路。完工一年外，讲这护栏道路拢先闭起，再个陆续的放起下合。欢迎了后哦，这工程单位只是用红毛土修补而已。这沟花破坑是破50多个，而且道路边就是排水沟。因此，这里长林春木哦，就真烦恼哦。如果发生意外，这后果是不堪设想。马前沟排水沟花放弃道路修复无到一年时间，沟花出现10多个破坑，向县政府反映，竟然只是用红毛土来修补，根本就无虾米作用，无外久也是放弃下限。哦，这个铁房放落去，那么县政府来申请县政府来重做，但是那个。地基吼，拢做了无功夫，拢个土屯了无扎，那无偌久吼，就搁下陷了。那个补不起来了，那个一直在补了，都补不好。现在这一年完了呢，这年呢，通通坏掉了。就因为这条八仙沟排水沟花的道路是廖厝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之一，安全性导航灯号里长是看未过。天窗白空了，那过来。补一下过去，好像在补那个破衣服那样子，那补不起来了。补起来后，马上要下雨了，要下线了。那你看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全部都整条路都这样子了。哦，这工程品质很不好了。我们希望那个县政府能关心一下。一个排水沟花道路，哪敢安尼，和平将破弯声音不断。这如果真正出意外，是多一个单位要出面来负责。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河尾镇镇边里哦，中草路二段一条这水利的灌溉沟哦，规年冬天拢无人来整理哦疏通，沟水内面这树木哦是发甲真大丛，一落雨居民就烦恼会来淹水，因此这镇民代表会勘就希望县政单位负起责任哦，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只是落着小雨，但河尾镇中草路二段这条水利灌溉沟已经开始出现塌掉的情况。惊我来查看，沟边真久拢无清除，早就伸出大手，阻挡沟边大部分的水道，河居民一落雨就烦恼会淹水。塌掉嘞呀！啊，我这拆，我们这拆嘞啊！哎，这个遐啦，我拆二只啦。啊，我不是嘛，那个鸟鸟通通嘞，你无嘛，人拆二只，我拢嘛，我不是两鸟啊。差伤过多啦。无啦，迄树啊，树啊，一定爱扣掉的啦。你看，伊这一个打吼，变成一树啊，你老实。嘿啊，啊，即摆若袂通，我着嘛日时啊来调通，啊，无后壁臭毛毛啊。地面代表林玉琴冒着雨来回勘，伊表示，甲居民定情过落界，但水利会拢无妥善处理，当年无重视居民财产安全，予地方真不平。这已经杂草啊，这个树啊，已经拢发伫沟底，已经真严重啊啦！啊，叫伊来处理，我嘛已经甲叫几下届，啊，拢叫袂来。水利实在真
真正，阮若要甲叫来，实在是真正真头疼啦。规庄个人吼，一定一直甲我反映，一直甲我反映啊。反映讲这条沟啊，冰啊，落着大雨，就拢随积开，嫌水头甲水尾拢规拢塌个。啊，这水利会吼，已经树啊已经遮大丛啊，我嘛一直甲伊反映讲，叫伊来整顿。啊，无来整顿吼，假使遮积开，规个电瓶庄会落雨积水，就真效果不敢设想啊。我也希望讲水利单位吼，较赶紧来处理，啊重视人民的生活。一个水灾未使阁发生了啊！这条水利灌溉沟边已经被大树阻挡水流，现况居民敢来当自力救济，撮树啊自保，但阁较粗大的树啊实在无能力处理，希望水利会会当负起维护管理的责任。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必采访报道。好，过来哦，这河北镇地政事务所头前讲，场的小圆圈哦，种满真侪绿树植栽，即挂植物哦，竟然会伤人哦，互真侪民众哦，看到即挂树木是离家呢远远哦，原来就是即挂树木叶啊落去了后，这树枝顶头哦，讲有一细节一细节的尖刺会咬破这衫裤，挂上车辆的钣金。地政所发觉了后，讲会来定期修正，避免这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河北地政事务所广场头前的小圆圈种真侪绿树盆栽，景观相当美丽。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上外围的树枝无受整齐，会去擦到民众的衫，或者是挂上汽车，小朋友嘛真容易擦到伤，造成危险。小圆圈的树枝盆栽确实较侪，但是大部分维持伫小圆圈的范围内面。其实我们平常就有在做这个植栽的修剪的维护了。那而且我们尽量都把它维持在我们这个圆环，现在有看到这个圆环的范围里面。那如果民众有不小心就被树枝勾到的话，可以第一个时间跟我们反映，那我们会再看我们现场的设施，如果真的是有不当的地方，我们会再来做改善。主任特别说明，会特别注意修正长短适当性，嘛呼吁民众带小朋友经过时阵会当避免，唔通伤过外。我们平常就有在做植栽的一些管理维护。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冬天，所以我们有没有把树枝剪得很厉害了？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说，我们来这边洽公的民众，如果有带小朋友来这边的话，希望能够顾及到小朋友的安全。那我们如果有发生事情的话，第一个时间跟我们反映一下，那我们会再看现场的情况，再做一些改善。是地查看小圆圈的盆栽管理也算整齐，擦伤人或者是挂上车体，应该是属于个案。地政所诚意检讨，而且强调会特别注意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关心老人，爱照顾囡仔，公共托育中心、日间照顾中心，弱势的囡仔欠款的时阵，会当去所有的超商摕到伊的案的。来，四位立法委员，全部动算，大家好唔好？我是洪秀柱。彰化精品家具名创大展1月7到11号爱美园林展览馆只有5天。我们相信现在的台湾需要的是一股新的力量，未来的台湾需要的是一种接纳与相信的态度。为了劳工朋友们的福祉而奋斗，为了长辈与幼儿的健康打拼，劳工党立委候选人温国明与您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台湾。1月7到11号，爱买园林展览馆精品家具名创大展，展场订购省一半哦。我们年轻人会很担心说，怎么样能够让企业有竞争力，我们就大家能找到工作。然后人又买得起房子住，彰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热闹不起来哦。彰化就是封建，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要研究更新，把过去那些优势找回来。
村里长大声讲，全地单元哦，要带乡亲来去回大乡。这个回大国，唔但有好山好水，物产丰富，乡民哦对这传统文化的延续嘛真有一套哦。就亲像这回大白沙村的富美宫八卦乐团哦，伫咧当地村长廖金忠，嘛是社区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哦，唔但是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嘛因为新生代的加入，或者传统的八卦戏曲文化会当传承。英雄以后以后的富美宫传来老热的八卦乐曲，今日庙来一看，各团的成员男男女女拢总有，搁较有真侪拢是囡仔。事实上，这支乐团曾经没落过，是村长嘛是社区理事长努力，才有今仔日的成果。啊，就是讲吼，啊，阵啊，咱看有咱这个庙的吼，啊，较侪人无安尼，啊，咱即嘛老三年出来了，哦，啊，但是吼。大家拢足认真嘞，有一个张老师在遐教，哦，教啊足好安尼，讲吼，这是足好安尼，真嘞对咱的这个民俗传统的这个艺术吼，像遐囡仔，遮拢大部拢囡仔，较侪在咧学的，拢在咧有国考啊，有幼稚园啊嘛咧学啊，有诶拢国中嘛咧学安尼。原本拢是大人的八卦乐团，即卖有囡仔加入，真侪资深的团员拢真肯定。而且，各家囡仔到那个因看做对安尼就对啦，无囡仔较热情安尼。因为这是民俗流传下来吼，因为即卖囡仔吼较唔捌，啊嘛希望讲会当囡仔来个传承落去吼，这是足好诶。啊，每年拜三拜五拢会主动来啦，啊，通常大家拢足好诶啦。为了传承富美宫八卦乐团，即卖主力拢是少年朋友。即群囡仔拢因为兴趣来加入，煞袂因为学八卦来荒废学业。是因为有兴趣，然后就来学。然后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功课？还好，因为他就说时间就是不足。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吵着跟他说要来学，然后就说好啊。那有拄到上课时阵、考试时阵，阮上课阮就会沿路跳滚安尼啦。平常就在家练习，就也是想玩正头啦。啊，这个就家人也肯定啊，也支持啊，对啊。村长讲，庄头庙是灵祖村民向心力的所在。除了安尼，还阁需要以身作榜样，只有家己先做好，村民才会认同来加入。我拢以身作则啦，吼！无论啥物做，扫落去我嘛同款，人五点半起，我嘛五点半就到伊啊。无讲我做一个村长，还是做一个理事长，拢哦，咱做甲咱人同扫一半啊，咱迄个我拢一般决定拢真早就到伊个。我咧做这社区的代志，凭我家己事业，我较认真。我事业踮了在那放的，袂晓可能我较早做铁工厂了，啊，拢在那放的，啊嘛是同款拢咧。有这样代志，决定拢做这安尼。因为白沙村离市区真近，里长强调，因为生活机能好，即马搬来白沙大的人是愈来愈侪。哦，较早咱只拢讲出这德顺吼，因讲出名是德顺啦。哦，这三四十年前就拢出嘛德顺啊，但是即马吼，拢起翻出落去安尼，啊，即马人人数吼，算离市内较近，啊，交通嘛正好，啊，尤其咱即马的这个户数嘛正侪安尼啦吼。村长强调，白沙的公共设施较无够，即嘛是爱努力的方向，嗯啊，传承村内文化，佮较爱好村民带来幸福。大众新闻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
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电视政见发表会，原委初六伫咧新平的有线电视公司登场。四个选区哦，总共十六位的候选人，有十五个人哦到场，小连续来发表政见。实况哦，除了伫咧这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现场直播以外，这每一位的候选人哦，丰富的具体意见，加上事先准备等道具哦，嘛来强化家己的政见，争取选民的认同。第九届立委选举，彰化县四个选区拢总十六位候选人，有十五个人出席参加唯一的一场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透过有线电视的现场播送，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负责承办这届政见发表会的新平的有线电视公司，搁较始终动员来完成任务。彰化县选委会表示，透过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让每一位的候选人表达自己的政见，透过电视放送，把理念传达给选民知影。透过这个公办政见发表会的一个举办，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候选人都能够将他的参选抱负以及他的参选理念能够来表达，那让我们的选民都能够清楚。那也从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公办政见发表会当中，能够选出我们最理想的候选人。过去彰化县举办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从来唔包有候选人缺席。这回第三选区代表时代力量的张业胜是来放弃。第三选举区候选人张义胜先生，经唱名三次未上台，依规定由次一顺序之候选人发表政见。由于这回立委选战，各选区无论候选人人数侪少，竞争拢是真激烈的。选委会呼吁选民踊跃出席投票，选出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大中华新闻张世良花旦采访报道。总统立委大选毕竟哦，在新平的有线电视公司嘛来录制立委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和十六位的立委候选人有平台发表政见，这那就双方哦针对个人的理念和政见哦互相攻防，现场这火药味是真强。在咧上场发表政见之前，第一选区两位候选人先来候兵，展现君子风度。需要两个人嘛，伫咧简单化妆了后，开始伫咧镜头头前发表政见。首先上场的王惠美，除了发表政见以外，嘛来考说对手无了解地方真正的需求。那伫即届的选举，惠美真遗憾，收到真多一波乌，包括即个网络，拢来讲了一寡五四三，做我一寡，甲我做一寡人生的一个攻击。我感觉非常的即个遗憾，但是为着地方的和谐。我把这个委屈我都吞忍下来，但是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我们的理性公平的这个基础，也不要用意识形态黑白给人扣帽子，我们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我呼吁我的对手，我这个可敬的对手，我们大家公平来竞争。第一选区另外一位候选人民进党的陈文彬火力也不小。各位乡亲士大，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多一个王惠美在国会，他也没有办法为乡亲争取太多的福利，少一个陈文彬，蔡英文会更难推动地方的改革。宰爹不如宰总统府，让陈文彬未来当蔡英文在地方上的分身，让陈文彬进入国会，当我们这个福兴鹿港秀水合璧新港刷塞这六个乡镇的分身。少一个王惠美，可以让国民党学得更好，多一个陈文彬，我相信彰化未来会更进步。跟第一选区比起来，第二选区七位候选人的攻击火药味就无这么强。每一位候选人拢是伫咧强化个人的政见，详细来传达理念。另外，伫咧第三选区甲第四选区的部分候选人，同款借着电视伫咧全国放送的机会，将个人的政见甲理念讲好清楚。彰化县选委会强调，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中部时段分别伫咧元月七十甲十四号下晡六点，伫咧第三频道播出。大彰化新闻张世良花旦采访报道。LED 唔乃当照光，讲即个光线，阁会当种出比温室较大粒、较甜的梅龙果啊！一年阁会当收成五届，讲过了后，马上回来。台湾的政治哦，应当是鼓励更多的人哦，
从这个关心公民议题哦，关心社会议题哦，那能够真正走向政治，那去影响政治，并当让政治哦，就是会孤为人哦，一笔差一笔差，所以这也是我来这个原因。彰化精品家具名创大展，1月7到11号爱美园林展览馆，只有5天。认真来做，用动力心来做服务的工作。我若看到伊大腹肚咧走摊，我实在非常的感心。三届议员，两届镇长，一届立法委员。7到11号，爱买园林展览馆精品家具名创大展，展场地够省一半哦。会算啦，阿母啊，一体两面。很多坚持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我依然相信，坚持清廉，未来会更好。我们一起支持台湾民主，明年1月16总统、副总统、立法委员选举。端正选风，从你我做起。大中华新闻，和林国秀的这活动哦，上下课拢真幸福安全哦。这都好志刚妈妈队哦，讲成立12年，本一位哦，拢自头做到尾，拢是创队员哦。12年来，不管哦，这透风落雨，学生囡仔只要有上课，因就会伫咧各路口哦，维持这交通的安全，欢喜付出的服务精神，予人是真钦佩。拜一到拜五，只要是上班日，和林国秀志工队的导航妈妈，无分好天歹天，7点到就定位协助学童上课。每一个导航妈妈拢有10年以上的资历，会当继续安尼热情，就是团队付出的快乐心。10年了，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志工妈妈，而且我们的那个雪晶队长也很热心。把我们家带得很好，我觉得收获蛮多的，也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跟大家结很多的善缘，然后就是自己也很快乐，做得很快乐。志工队长讲，唔呐活动，有时阵爱协助辅导、安抚学童的情绪，就亲像亲人咁款的关心。如果有遇到那一种，比如说有些孩子抗学，就是不进教室的，那我们就有专门的人在处理。我可能就是要必须要去支援。那些孩子就是说让妈妈爸爸妈妈离开现场，那我们可能就是跟孩子沟通，然后带他们进去。那所以小孩子对我们的依赖就是那种信任感是很重的。因为是一家人的好感情，志工妈妈有很大的归属感加责任心，就算自己的孩子早就毕业，这群志工妈妈也是继续付出。我们大人没有人想毕业，孩子毕业之后我们是一直持续在这边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价值感存在的地方。我们觉得说我们不是说已经是退休妈妈或者什么的，我们是孩子需要我们，学校需要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有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些孩子的安全，这样子。你再怎么赖床，再怎么的能，包括台风天只要没有放台风假，我们一定到场。社会上有很多点点付出的公益天使，他们继续奉献热情，有机会遇到他们一句谢谢你辛苦了，就是他们最大的鼓励。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LED 不但可以照明，还可以用来种菜哦。台业大学分子生物科技哦，学系看好 LED 植物公园的发展前景，研发这 LED 植物工厂，成功种植梅龙果啊。不但完全无这用农药哦，一年可以采收5届，讲这甜度甲重量，佫较是温室的8倍济。LED 光线高挂伫咧麦浪街啊顶端，包括白光加上蓝光铺长，调出水果上界适合的成长光源，搭配学生用心照顾，这个麦浪街啊会当生到一个成人的头壳遮尔大粒。
一粒猪公螂它的果实可以长得跟我们人一般人的头一样大颗，可是在我们这里跟外面比起来的话，我们的果实的糖度还有它的甜，它的那个水分的话也是可以控制的非常稳定。你来到植物工厂，这外观就亲像来到花卉工厂，但其实内面藏有一个 LED 的水果工厂。我们的供糖系统，你们看到这个已经是第二收了。一般外面温室那个哈密瓜的话，大概就是一收而已，而且它一颗植物只留一颗果实这样子。好，那我们工厂的话，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算过，大概这样子一个植物的话，这样活下来一年，大概可以至少收五只以上这样子。所以它的 后面的那个产值，我觉得是蛮高的。食安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利用植物工厂生产健康无毒的蔬菜，嘛渐渐成为潮流。在过去总觉得这个植物梦工厂，这些利用这些人工的这些光源，好像是这个非常贵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都可以发现 ，LED 的这个产量、这个价格、这个非常的这个适合用来做农业的栽种。过去大家可能只适合在装潢业的里面在用的这些部分，其实现在在工厂正是时候。所以现在的整个这个植物梦工厂的造价，其实也是这个在符合这个生产成本里面非常这个值得的。所以是跟过去大家所想象的是完全不同。大业大学透过这款的研发提升技术，希望会当推广给农民，创造 LED 经济植物的时代。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那明仔再讲一个时间，期待再相会。打给后，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没钱还跟债主要钱的故事。各位都知道台湾有劳保，这个政策出发点很好，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首先我们来看劳工的定义，只要你有投劳保，你就是劳工了。这些人当中有你、我、他、他、他，还有他，我也算是劳工哦，也就是一般老百姓啦。但是因为制度设计不良，劳保基金会在12年后没钱，所以办事不力的政府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计划，预计在未来会调整劳保费率到 18%， 降低所得替代率到 1.3%。 以企业劳工平均投保薪资新台币3万元来看，劳保费率调整到 18% 之后，每个月要多缴480元，30年总共要多缴172800元。如果你是职业劳工，就是投保在工会那种，每个月等于要多缴1620元，30年下来要多缴583200元。对，会当买一万一千六百的便当，踏起来会当超过101大楼的官都啊。接下来讲所得替代率，这件事情就是跟你的退休金有关系啦。如果你的投保薪资是在43900元，以投保年资30年来看，等于每个月少拿了3292元，十年下来等于少拿了395040元。你得干尿多在便当，你家己算看麦啦。所以，我们劳工队队长温国明看见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并把反对将劳保费率提高到18%这件事情当作本次立委竞选的主要政见。温国明不是进前向搞迄个国民党的前市长吗？各位乡亲虎肉，完翁啊！台中高等法院诈铁判决无罪，证明阮队长是清白的啦。所以各位乡亲父老，唔通忘记，2016年正月16号，阮斗阵用选票把阮国民送到立法院去，虎肉工队队长阮国民在立法院守护咱每一个人的权益。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客服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屏300Mbps 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 ，WiFi 上网一样快，超快享受，超值优惠，月租费再折看片金，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